日前，何超莲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冲浪 Vigo。冲浪前，何超莲多角度展示自己的素颜美态，在无任何美颜滤镜的修饰且各种怼脸视角下，她的精致五官以及白皙水嫩的皮肤都完美展示，的确是诠释了天生丽质，美得毫无瑕疵。等到各种卖萌搞怪结束后，何超莲就正式开启了冲浪模式，身穿黄色长袖 T 恤，叠穿黑色连体泳衣，大袖婀娜身姿，纤纤细腰，大长腿，身材真的是赞。淡爆了之后，他把黄色长袖 T 恤脱去，只剩黑色连体泳衣，皮肤白皙紧致，大长腿比例十分优越。此外，何超莲在冲浪的时候还喝起了饮料，心情真的是好到飞起。被誉为赌王最美千金的他，状态一如既往的好。泳衣采用交叉挂脖的设计，很是别致。黑色的泳衣既经典又凸显身材曲线，搭配白色鸭舌帽，既美又飒，酷劲儿十足。同时露出一双美腿，不仅修长，而且看上去十分健美。喜欢就订阅呗。